心，海底鲸鱼的沉睡，印象星河在我蓝色的心岸停泊，远方的诗歌藏进漩涡，下雨泪中会化作泡沫，想念的云随着风轻落，我依然记得，心在天高海阔，煮灯火一起看日落，谁的梦知道你是谁，你们分手吧。我是不会和他分手的。我希望阿姨您能考虑考虑，多为他想一想，接受他的心意。阿姨，我的话都说完了。说我这急着赶回来也没吃饭。好了，带你吃饭去。你这样跑出来不会影响训练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跟雷教练请假了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已经做得很棒。其实我妈生病的事我没告诉你，也不光是因为你要比赛。我从小到大都习惯一个人做事，我不想依赖任何人，更不想成为别人的麻烦。但是这次我妈生病的事儿，我发现大家都挺关心我，挺照顾我的。我哥，还有你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试着跟你们倾诉我内心想的，试着慢慢打开自己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其实我一开始我知道阿姨生病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着急忙慌地跑回来，但没想到阿姨对我的误解还挺深的。所有的误解都会解开的，我是不会跟你分开的。那我们就说好了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吃点东西。
非常的明白失去亲人以后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。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。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，我就想让你健康。因为他爱你，他不想失去你。我的手术安排在哪一天？我现在就去问医生。不是让你回去休息了吗？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东西来？啊，护理这个事儿啊，我有经验。这些东西阿姨应该都用得到。跟你说个好消息，我妈同意做手术了。那你不用担心了吧？嗯，你放心吧，我能照顾好她。你回去好好训练啊。好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我看着你走。我想看你先回去。那我走了。沈娟，加油啊！走了，拜拜。傅律师，你快递给我那几本书太难了，我边查边看都有点吃力。有没有相关的学术论文啊？相关的学术论文，讲网络空间的法理问题，有实例有分析，最好对进一步完善空间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对，就是那样的论文。有啊，我帮你写完就有了。哦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主要是现在离开学也不远了，我勉强把你的书看下来，后面也没有时间写了。我总不能天天抱着一堆问题来问你，到时候你肯定嫌我又笨又烦人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整理问题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喂。怎么还不回去啊？啊，李教练，上午的实弹训练没有做，空枪训练得补回来。你有没有看过自己最近的射击数据？那你知道自己的问题？我的第一发入靶率太低，导致第二枪、第三枪都受到影响。要提高第一发的入靶率，只有对手部和肩部进行专项训练，才能使这部分力量够强够稳。我再额外发一份训练计划给你，但你必须给我保证，不能耽误咱们的常规训练。好。
来。喂，喂，傅律师，我论文问题整理好了，你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你这里边问题太多了，语音里说不清楚，要不然直接当面说吧。你现在有空吗？好啊，那我们一会儿在律所附近的咖啡馆见吧。行。嗯，还不错，切入角度蛮新颖的。笑什么？你说呢？婉，你趁人之危偷拍视频，我现在能坐在这儿跟你说话已经很不错了。嗯，是是是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你这个整体框架是没问题的，就是顺序要换一下，把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放到。喂，哦，我那个比赛的日子定了，跟你说一声。我知道，18号对吧？这可是你重返宿舍的第一场大型比赛，到时候我肯定去现场。我待会儿就跟林雨晶说订票的事。哎，那个林雨晶有点状况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到时候见。怎么了？沈震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是林雨晶，她妈妈生病了。顾夏，徐如意，夜来了。啊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阿姨生病的？我是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们这叫不约而同，不谋而合。嗯。怎么没看到阿姨呀？啊，我刚送她去检查。检查？阿姨是要手术吗？你怎么这么大事儿不跟我们说啊？我也是听素果阿姨说你要请假外宿，我才知道的。你有没有把我们当朋友？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们。我妈生病有点突然，也不是故意瞒着你们，就是不想你们一起担心嘛。手术时间呢？定了吗？嗯。18号，我听何松南说审卷比赛也是18号。那阿姨手术，我过来陪你吧。没事儿，那天我哥也来，而且医院嘛也不好太多人。你呀，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撑着，我们都在，有事儿随时跟我们说。嗯，有事儿一定要记得说一声，我们都在。好。宁远三分。沈卷三分。沈卷宁远加赛。宁远准备。
沈卷，准备。沈卷，宁远，第二轮加赛。准备。沈卷，准备。沈卷三分，沈卷淘汰。今天上午的比赛是本次集训的最后一次比赛了，大家的成绩都有所提高，本次集训的效果很显著，我宣布本次集训结束。明天就是大运会比赛了，今天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，明天好好比赛。解散。赛场见，再见再见，赛场见，再见再见，赛场见，嗯，行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加油，小哥，明天赛场见，好。方便视频吗？喂，你训练完了？啊。你明天就要比赛了，早点休息啊。好。手术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明天手术。行，那我比赛完以后，我立马就赶回去。明天五哥来医院陪我，你就好好比赛，千万别分心。好。我会守着直播看你比赛的。卷爷加油。好。晚安。晚安。
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。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个人预赛，也是本项目的团队赛。现在有请运动员们进场。我们看到运动员正在进场，趁着这个时间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。两名选手依次在同一个射击位上向五个靶位进行射击，所有单次射击成绩计入总分。本次预赛共有两轮，两轮比赛过后，总分在前六名的选手进入决赛，预赛个人成绩累加后，最终决定团队赛排名。现场我们可以看到，江城大学、渝中大学和浦城大学等射击队派出了参赛选手，向团体赛奖牌发起冲击。运动员们已经准备就绪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手术流程就是这样，家属在这里签字同意。下一位，沈娟。沈娟，马上到你了，去吧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进行的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预赛，同时也是这一项目的团体赛。现在上场的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组，让我们期待接下来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。韩第一，李翔第二，隋宇第三，宁远第四，张志成第五，郑宇第六，冯鑫第七，沈卷第八名。这第八，这还有希望吗？你先别着急，宿舍比赛的规则是预赛要赛两轮，最终成绩的前六名进入决赛。卷爷要是下轮发挥好，就应该没问题。最后几位选手中最有希望冲进决赛圈的是浦城大学的沈娟，目前排在第七位。如果这一轮能打出40分以上，就能超过第六名的郑宇，与他的队友预赛排名第四的宁远会师决赛。沈娟打出了48分的好成绩，恭喜沈娟进入决赛。今天浦大射击队表现亮眼，祝贺浦大射击队获得本项目的团体铜牌，也祝贺江大射击队获得团体金牌，渝大射击队获得团体银牌。刚刚进行了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预赛，前六名选手脱颖而出，他们分别是王安、李翔、隋宇、宁远、张志成和沈娟。下面将进行的是男子25米速射个人赛决赛，请六名决赛选手入场。决赛的规则与资格赛不同，运动员每次射击达到9.7环及以上为命中，积一分；9.7环以下为脱靶，计0分。又见面了，恭喜你们队获得了团体铜牌。谢谢啊，也恭喜你们蝉联冠军。决赛你可要多坚持一会儿了，太快淘汰那可就没意思了。不用担心我，担心一下你们自己。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已经站在各自的靶位上，男子25米手枪速射的决赛正式开始。接
进入决赛的运动员，很多大家都很熟悉。F 号靶位的沈隽，可能有些观众不太了解。他在4年前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上拿到了奖牌。今天他重新回到赛场，让我们期待一下他接下来的表现。现在进入第二轮射击，注意！25米手枪的决赛第四组比赛即将开始，从这组开始，6名决赛选手中排名最低的即将被淘汰。就是从这轮开始进行末位淘汰赛，排名最后的选手就会被淘汰。你看现在分差咬这么紧，分钟排名换位，所以说每一轮都很重要。静怡现在排第5名，她有没有？首先祝贺来自于大市第6的张志成获得本场比赛的第6名。场上剩下的5名选手继续进行下一组比赛。很遗憾，宁远这一轮出现了一点失误，只拿到了2分，止步于第5名。不过在本次比赛中，他已经创造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，让我们期待他在下一次比赛中更加精彩的表现。现在场上还剩下4名运动员来进行最后一组的角逐，是哪3位运动员有资格继续争夺本次比赛的前3名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一次第3名的角逐非常激烈，我们看到这一轮隋宇排第1，李翔排第2，王安和沈隽出现了平分。我没看错吧？俊英有希望拿奖牌啊。那这种打平的情况怎么办呀？两个人并列第3名，出现平分就要进行加枪决出胜负，也就是两个同分的人进行比赛，直到决出胜者，最后才是第1名跟第2名的最终比赛。因为并列，王安和沈隽两人得分相同，下面要进行加赛。首先发枪的是王安，注意，王安打出了3分，下面就看沈隽能不能顶住压力了。沈隽也打出了3分，又是平分，下面进行第2轮加赛。4分，还不错，压力现在又给到了沈隽。王安跟沈隽的分数咬得非常紧，真是令人窒息的加赛。沈隽这一轮必须打出5枪4中才能追平王安，只要沈隽打出5枪5中就能锁定本场比赛的奖牌了。
枪五中，恭喜沈月赢下加赛，进入决赛。顺利，不过病人需要在监护病房观察24小时，你们可以晚点开始。谢谢医生。辛苦了，这道坎儿总算过去了。获得季军的是浦城大学沈卷。获得亚军的是渝中大学李翔。获得冠军的是江城大学隋宇，有请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，祝贺各位选手取得优异成绩。好的，我们的颁奖仪式结束。哎，徐震，刚刚家属赛发挥得不错。期待跟您下次交手。大学还有3年呢，有的是时间。那就下次见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来来，过来过来，咱们一起合个影。手术成功。是心追随的方向，我们总会有迷惘，人生也总有起航。当你坐在我身边，问我哪里才是家，我只想远空的一颗星，就是他指引的地方。你是我长心的倦鸟，我舍不得让你远飞，我是你心上的执着，这一生只为你停泊。这也无所不能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可以没有很多东西，但不能没有林雨静，不能没有这个总是站在我身后，遇到事儿会毫不犹豫冲上来保护我的倔强姑娘，她就是我的全世界。爱情在掌心发芽，心事在眼眸。写到哪儿了呢？多想拥抱你啊，想和你一起追梦，我们哭过笑过的青春，是心我的彩虹。好的，不散不忘，不
分离。你想听我唱吗？心间摇曳的风里，是我偷偷为你许下的一个愿望，我要为你种下那身边是一朵梦花，原来你已把它收藏，我们洗净